在上一集的旧约新世听以斯拉记当中，我们进入圣地，了解了以色列王国的历史。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先后被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所灭，但是南国犹大亡国之后，神并没有离弃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百姓。在公元前539年，巴比伦帝国在一夜之间灭亡，被新兴的波斯帝国取代。更奇妙的是，波斯国王三次准许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耶路撒冷。在人来看，这一切都是巧合，但是读了旧约的先知书和历史书之后，就明白这都是上帝的安排。在本集当中，时间已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后，上帝要把他们重新带回那片应许之地。他们回应呼召，扶老携幼，满载金银财物，凭着信心肩负重任，踏上跨越千里的回乡路。我们将通过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三章的经文，一起来了解第一次归回头两年的事情，神如何兴起第一次的归回，有哪些人参与其中，以及他们在归回后做了什么事情。以斯拉记一章2-4节提到，波斯王古列元年下了诏令，允许神的子民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是经文第一次出现的诏令，用希伯来文写成，方便传达给在波斯帝国各地的以色列人。当时有相当多近前的以色列人愿意回应这个呼召，但是还有更多的人宁愿留在巴比伦城或是帝国其他的地方享受安逸的生活。因此古列王在他的诏令里要求那些选择不回去的以色列人奉献金银财物和牲畜给回归的同胞，协助他们重建圣殿。以斯拉记一章7-11节提到，古列王还派了管理库房的官员米提利达，把从前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抢来的金银器皿交还给以色列人，让他们带回耶路撒冷。经文列出了一个宝物清单，一共有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以斯拉记第二章记录了当时回归的以色列人名单，共有42360人，和尼希米记7章所记载的人数相同，而且这两章的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名单首先列出的是第一次归回的重要领袖，最前面的是所罗巴伯和耶稣雅。根据以斯拉记3章2节和哈该书1章1节记载，耶稣雅是约萨达的儿子，是大祭司。耶稣雅有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是约书亚的另一种写法。所罗巴伯当时担任犹大省的省长，这是一张波斯王朝时由犹大省省长署名的蒲草纸公文。这个属于官方陶器的瓶耳上面的图形是犹大省省长的印鉴，这些文物都印证了圣经里犹大省和省长的记载。
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看到，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是被掳后在巴比伦出生，是大卫王的后裔，也是耶稣的养父约瑟的先祖。这让我们看见神保守以色列人后裔的应许和拯救世人的计划，在历史书里奇妙地逐步应验了。这是圣殿山的考古公园，在这里看到的是西律王扩建的第二圣殿遗迹，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遗迹并不是以斯拉尼西米时代的第二圣殿。要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分别，我们就要先了解圣殿山变化的历史。第一圣殿被巴比伦人烧毁后，只剩下破碎的根基，归回的以色列人把规模比较小的第二圣殿在修复的根基上重建起来。一直到公元前30年左右，罗马人把犹太人的统治权交给了一个以东人，叫做西律，西律就成了犹太人的王。他为了要讨好犹太人，以便巩固自己的权力，就大大扩充这个归回后重建的第二圣殿。为了把第二圣殿扩建得更宏伟和更华丽，西律把原来的圣殿山山顶铲平了，然后用很多巨大的石块去做一个很大很高的地基。西律时代的第二圣殿重新坐落在上面。扩建后的第二圣殿在公元70年被罗马人彻底烧毁了，只剩下了这个很大很高的地基。到了公元第7世纪，穆斯林在这个地基上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金顶清真寺。在这个考古公园，剩下的只有西律王时代的圣殿地基和周遭的遗迹。这块就是从角楼塌下来的角石。我们看到上面刻着一句不完整的希伯来文，写着到吹号的地方去。这块角石很可能本来就放在圣殿山的西南角，用来标示吹号手应该站的位置。吹号的目的是要宣告安息日的开始和结束，或者预告典礼即将开始。在角楼负责吹号的是利未人。利未人当吹号手是按照以色列人的传统，他们主要是协助祭司侍奉的人。这让我们注意到，在回归的名单里头，祭司约占了10分之1，但是那些在圣殿里头协助祭司侍奉的利未人不多。很可能他们在被掳期间已经转行了。我们注意到名单最后提到有奴仆7337人和乐师200人。换句话说，大约每6个自由人就有一个奴仆，可见当时回归的人，他们的经济条件是很不错的。这是一支将近5万人的队伍，带着许多财物和牲畜，浩浩荡荡地从巴比伦回归。让我们来看看他们走的路线，以及他们最初到达耶路撒冷的情况。有学者估计，回归的以色列人离开巴比伦后，先朝北，然后转西，再南下到耶路撒冷，路程约有1300多公里，行程花了4个多月。根据以斯拉记3章1节，他们在犹太历7月，就是公元前537年的9到10月间到达耶路撒冷。在这道西墙的下面，我们看到有明显的火烧的痕迹。
在西墙拱桥的下面，原来是一条商业街。我们参考这个还原图，可以了解这条街道原来的面貌。现在这些商店只剩下了一些石头的结构，一片荒凉。从第二圣殿被毁以后的情况，我们可以联想到，在第一圣殿被毁后的几十年，他们回归时期的耶路撒冷也同样的荒凉，没有法子容纳这么多的人。为了方便负责献祭和治理的事，祭司、利未人和一些领导人就住在耶路撒冷，其他的人就被安顿在犹大的各个城镇，等候重建圣殿。这一张蒲草纸文件是波斯王朝的时候，在埃及伊芬丁里岛上犹大人重建圣所时的奉献名单，让我们联想到当时的耶路撒冷也可能有为重建圣殿奉献的名单。因为以斯拉记二章六十八到六十九节这样说，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61000达利克，银子5000米拿，并祭司的礼服100件。达利克是波斯帝国时通行的金币，以大力乌一世命名，正面刻着他的像，手拿着弓和矛。这金币也同时被用来做黄金的重量单位。一个达利克金币大约重8.5克，经文所讲的61000达利克的黄金大约有500公斤重。米拿也是重量单位，5000米拿的银子差不多有3000公斤重。以色列的百姓为了重建圣殿甘心乐意的奉献，回想到差不多70年前，他们的长辈被掳离开犹大地的时候身无分文，现在他们以自由之身重返家园，还有奴仆伺候，并且有能力奉献金钱。重建圣殿和重建以色列社会，这一切如果没有神的保守都不可能。以斯拉记第三章记载了第一批归回的以色列人如何开始准备重建圣殿。以斯拉记三章六节这样子记载，从7月初1日起，他们就在从前圣殿所在的地方筑坛献祭，这表明了以色列民迫切地想悔改和求神赦罪。从以斯拉记第三章7到9节的记载看见，建殿计划很严谨，他们第一步是立定圣殿的根基。这是当时流通的金银货币，一些交付酒和油的蒲草纸文件。这一个在巴比伦流传下来，上面刻满器形文字的四方泥桶，是一份工人名单的记录。这些文物让我们想象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怎样的聘请各样工匠，落实重建的工作。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人。这一组从亚述皇宫挖掘出的石雕，描述了当时的工人把在黎巴嫩出产的香柏木先搬运到推罗或者附近的码头，再装到船上。这些运木材的船在地中海上往南走，沿着巴勒斯坦的海岸航行到约帕港，把木材卸下，情况就跟所罗门王当年建殿一样，和以斯拉记三章七节经文所记的相符。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浮海运到约帕。
我现在来到了约帕港，也就是古时的约帕港。约帕是地中海的一个港口，当年建店所用的香柏木就是从推罗经过海路运到这里来的。然后再经陆路运到耶路撒冷。第三章第八节经文记载，第二年犹太人立法的二月，也就是公元前536年的四和五月之间开始工程。在圣殿山的考古公园里有这些相信是2000多年前希律王用来扩建圣殿时所用的工具样品，这些工具是用来搬运巨大的石头的。我们相信这和更早以前重建圣殿时候所用的工具差不多，分别用来做运输、升降、移动那些大大小小的石材。我们看到的这块大石大约有100吨重，是希律王扩建第二圣殿的地基。整个圣殿地基估计需要用上数以千计这样的大石块。在地基的西墙和南墙交界的角落，我们看到至少有十来块这样的巨大石块，用来巩固地基的这个角，它们平均估计重约80吨。根据以斯拉记六章三至四节，要建造的新殿的规模是殿高60肘，宽60肘，用三层大石头，60肘大约27米。要修复这样规模的圣殿的地基，需要用很多巨大的基石。看看现在圣殿山遗迹的这些巨大的基石，石头与石头之间结构非常紧密，可以想象这样大而精确的工程需要大家的齐心协力。当时归回的以色列人十分团结，正如以斯拉记三章一节描述的，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当圣殿的根基修整好之后，祭司和利未人举行了隆重的典礼，将荣耀归给神。以斯拉记三章十到十三节记载，这个奉献圣殿根基的仪式是照着大卫王送约柜到耶路撒冷的仪式进行的。这幅亚述石雕里，乐师们在敲乐巡游，让我们具体的了解经文所描述的。祭司都穿礼服吹号，负责歌唱的利未人敲着拔，彼此唱和赞美耶和华。这时候百姓大声欢呼，因为看见圣殿重建终于有了希望。然而有不少年纪大的祭司、利未人、族长，他们看着眼前的新的圣殿根基，回想到从前所罗门王的第一座圣殿的辉煌，禁不住触景生情，放声大哭。欢呼声和哭声混在一起，传到很远的地方。亲爱的观众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好。以色列人信仰最核心的代表之一，就是他们的圣殿。圣殿就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到大卫作王的时候，从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手里将这一整片的山头买了下来，到所罗门在位第四年的时候，用了七年的时间，圣殿终于建好，宏伟壮观，而耶和华的荣耀也充满圣殿。圣经告诉我们，甚至当时供职的祭司都没有办法站立着服侍。而所罗门也祷告说，耶和华，天上地下没有神可以比你的，你向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可是以色列民没过多久就因为生活中随从了外邦人祭拜偶像，
做了诸般不讨神喜悦的事，以致到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的军队攻陷耶路撒冷，圣殿被火焚烧。从此以色列人再没有他们可以献祭向天上的耶和华神祈祷的地方。然而这样的时间并没有维持太久，就正如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到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归回的以色列人重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立稳圣殿的根基。在影片中我们也看到那圣殿根基一块一块的大石头，有的100吨，有的80吨，不禁让我们想到今天在我们生命里我们立的是怎样的根基呢？我们是要用草木禾秸来立我们生命的根基，还是愿意选择金银宝石来立我们的根基？历史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怎样的选择，是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立稳那金银宝石永远不会朽坏的根基。盼望每一集的旧约新视听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圣经，也更明白神的心意，好让神的祝福从天上临到你的生命中。当神的子民重返家园后，立即恢复献祭守节期，同心合意地开始圣殿重建工程。当立定圣殿根基时，他们在庆典上吹号敲拔，赞美称谢神的信实和慈爱。就在以色列人悲喜交集欢庆的时候，他们的仇敌却愤恨嫉妒。我们在以斯拉记第4章到第6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敌对既有内在的因素，也有外来的挑战。在下一集的旧约新视听以斯拉记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挑战和结果吧。